里土生土长的人啊，别看屯子不咋大呀，有山有水有树林，邻里乡亲挺和睦，老少爷们更合群儿。屯子里边发生过许多许多的事儿，回想起那是特别的哏儿。兴趣啊，我领你认识认识，哎，认识认识我们屯里的人儿啊。喂，钟伟，啥事儿？咋又打电话呢？小双，没啥，我就是问问你现在到哪儿了。你打第一个电话的时候我就已经出发了，你说你这一会儿都来四个电话了。我是合计啥呢，你工作太忙了，用不用我去接你？不用不用不用，你再等我一会儿吧，我马上就到。别着急啊，那人马上就到了嘛。那什么，平底针，你看我这衣服上有纸啥的吗？铁地针啊！张总监，这是我见到你最帅气的一天。张总监，啊，你把小双叔叔叫山庄来，是不是为了你的爱情？说啥呢？啥为了爱情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我请杜小双来，那完全是为了工作。今天给大家叫过来是聊一下上个月厂子的情况，有什么要汇报的吗？那我先说吧。嗯，大伙也都知道，最近这一段时间呢，咱们豆制品厂开展了一个跨界的新业务，旅游毛驴拉磨。我客观评价这个事儿啊，这个业务的开展呢，非但没有给我们厂带来任何盈利，反而造成了我们厂很大的人力物力的浪费。你比如说广坤叔每天带着很多游客来，来了之后只要进到我们的生产车间得消毒，然后还要给游客进行试吃，然后呢广坤叔来了之后呢指使这位员工去干那个，那个员工去干那个，给我们增添了很多负担，大大降低了我们进出货的效率。大伙可以从上个月的业绩报表上看出来是有所下降的，所以我觉得咱们应该认真探讨一下这个事儿。我赞同这个清明叔，这家把他嘚瑟的，你瞧他一天啊，一来领一帮游客，咱这也不是旅游地方啊，整得鸡飞狗跳的。你说他一来，咱们员工哪有一个心情好的？让他这么整下去啊，我看咱厂子够呛。哎呀，说的也确实是，存在这个问题。行，那我也看明白了，那咱们研究一下接下来怎么办吧。哎呀，能怎么办，硬来肯定不行。那今天这不清明高飞，这不也都算股东吗，是吧，萌也在这儿，咱们这个就举手表决一下吧，同意旅游团继续来咱们车间参观旅游的，那也举个手，是吧。那这就一票啊，那不同意这旅游团来咱们车间参观的，那就举个手。你看这把孩子整为难，这是两票。哎，你就拿主意吧，孩子。那行，那就先终止一日游，我们恢复到正常运营上。经理，小川。感谢小双书记在百忙之中抽出宝贵的时间光临我们山庄，欢迎。我看周围这是干啥呀，太夸张了，可别啊。我们山庄的改造呢已经完成了，请您来呢就是想让您给我们提提宝贵的意见。这都改造完成了我还提啥意见呀，再说我也不是专业的。最主要的吧是我想跟你汇报一下我的工作成果，
咱们不说别的啊，就从咱们这个阅历和经历还有经验这方面，我跟您这就比不了。所以来说，请您来呢，给咱们指点指点，然后呢，有不好的地方呢，我们好改进。现在你厂子也好了，一切都挺进入正轨了。但是你说你是不是应该找个伴儿啊？你别等香秀，你就不用担心我了。我儿子都那么大了，现在你一说完，我担心你。你现在孩子都没有，你得赶紧找个伴儿，你不能往后腾了，腾时间长了，你这岁数大了都要不上了。那你得给小果找个妈呀。我跟香秀这亲生的，有亲妈了，那找妈不能找后妈呀。谁后妈呀？马总，哎，看着我后妈没？你后妈谁看见了？今儿也没来呀？不是，她干啥去了？我找她有急事儿。我也不知道她干啥去了，那你就给她打电话呗。上哪去了呢？这人呢？神神秘秘的。马总，最近挺好的啊？挺好，挺好，挺好。正好你在这儿呢啊，我给你拿样东西，你看看。你别搁这做实验啊，别把厂子崩了。根本啥也不懂，根本就不懂科学。啥玩意儿啊？品尝一下，这是我的新产品。来，别浪费了啊，放嘴上。好，感觉一下。别往里吐啊！嘿，来，你来一个。我不整这玩意儿。证明一下，你看看我这产品怎么样？瞅瞅你瞅吧。你还别说，这玩意儿还挺清新的感觉，是不是啊？是不是就感觉就一吸进去，脑袋哇就老凉了，是不是？有点感觉，这个清醒。对对对对对。看人家见过世面的人，做过大买卖的人，这是。这啥呀？钱。谁的？属于是我俩的吧？那你真的啊，我让你投资就有回报，这个钱呢，就算你俩冠名了。反正到时候你看，我给你返10万块钱，我给你返20万，好不好？行，你放那儿。抢啊？不是抢，这是好机会，咱们精诚合作呀。你啥机会？你跟马总谈，这里一人5万，我那5万我不投，啊，放这儿。他愿意投他的事儿，我不管，我不投。你看。然后我这5万呢，我也有事儿，不，这钱我不白拿，我保证你们到时候挣大钱。我给你出个道，你可以去银行去贷款去。现在有个叫啥呢，叫项目贷。如果你项目要好的话，银行直接就给你拨款了。先生你好，请您办理什么业务？我那个求点钱。取款呢？取款我带您去 ATM 机就可以了。不是，我你现在取不了。您是没带卡吗？不是，我得先那个办点贷款，完了贷款下来了，再啊，明白了，您是想办那个贷款的业务是吧？对，那这样您跟我来找我们的客户经理就行。好，来这边请。这边？对对对，这是我们的客户经理。嗯，客户经理。先生你好。你好。啊，请问您办理什么业务？我那个想贷点款。啊，办贷款呢？想贷多少钱呢？我这体量180万吧，就够了。哦，那您有什么公司资产或者是房产能做抵押吗？嗯，这我都知道，以前都办过。但是我现在想打听你个事儿。嗯。现在银行是不是有这个项目贷？您那个项目具体是做啥的？有什么东西可以质押吗？就是把这个一些优质气体混合到一起，然后灌装。保存，哦，就是做化工那类的呗。不是化工。噔噔噔噔，一瓶冰泉水，滋润一下你的小嘴。不用，我这有。咋的了？心情不太好呢？工作没做好呗。有啥事你跟我说，哥给你摆平。下午有客人预约房间，整卧笼了，让别人给住。那你咋解决的？
宋总把客人带走了。不是，他把客人带走干啥呀？我哪知道？得了得了，别不高兴了，晚上哥请你撸串呢。那心得多大啊，撸啥串啊？看你像个串，赶紧站岗去吧。那我走。赶紧走。你走不走？不走我走。本来想给你送瓶水，没想到你给我一顿怼。小鸡儿炖蘑菇，尝尝。哎，多吃点吧。先生女士，那个我再给你们赠个菜，土豆炖茄子，啊，这个非常好。好嘞，谢谢。啊，吃还行是吧？嗯，非常满意，非常好吃。这个鸡呀，这个不是一般的鸡，这个鸡呢就是我们纯纯的当地的小笨鸡儿。喝着山泉水，吃着粮食长大，这不是肉食鸡。口感是不是吃还行？非常不错，非常不错，非常不错。你这菜都是谁做的啊？这个菜呀，这些菜就属于是特级厨师做的。特级厨师？对，我爸我妈做的。没想到啊！这是老家的味儿啊！啊啊啊！真没想到，我以为你能糊弄我，你给我领这老远。没想到环境好，吃的也不错。是，那能糊弄你们了？挺满意是吧？啊，满意满意。啊，那个满意，你看，是不是我们山庄投诉那个事儿就不用投诉了，是不是？嗯，那还投诉啥了？不投诉了。你看啊，这我弟妹，你说这人就是大度是吧？我再介绍点人，帮你那个宣传宣传。行行行，谢谢谢谢谢谢，二位慢慢吃啊，哎，慢慢吃慢慢吃，好啊。你让我拉客，我给你拉来了，这就行了吧？太行了，像这样你就得多拉点儿，你知道不？这是不是我硬拉来的？这是我碰着的。你，那个啥呢？那个他俩的住宿费，嗯，还有这个餐费，已经交给我了，你就别冲人要了啊！完，今天晚上呢，我就一五一十的把他钱转给青年就完事了。你看看，小峰，你这么做就对了。咱家的这个财务就得青莲掌握，了吗？对呀，青莲是他不当家的吗？我不听他的。好，有主意。你千万照顾好啊！行啊，忙。哎，对对对，那个明天早上赠送一份早餐给人家。啊，好了，放心。好啊，哎。哎呀，今天呢，就是我们江南水乡民宿营业是特别的失败，知道不？咋的了？那不怨你爸吗？还告诉我们，客人来了对人热情点儿，咱们一定要服务态度好。没咋地儿，你跟人干起来了。我干起来不是有原因的吗？对不对呀、啊？你不也知道这事儿吗？我千不该万不该就不应该让刘英做到那，对不对？那你还知道说英子长得这么漂亮，你让她上那陪咱们坐喝什么茶呀？啊，这不还有我呢吗？你说那不废话吗？我前头我不推荐你了吗？不让人给退回来了吗？哎，孩子，你坐下，奶奶问你点事儿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哦，我叫腾飞。腾飞。啊，你今年多大了？我今年十一岁。你爸爸妈妈是做什么的？我妈妈开豆制品厂的，我爸爸开果园的。啊，条件真的挺不错的。我姓江，叫我江奶奶就行。啊，江奶奶好。腾飞，你在哪上学啊？我在镇上上学，那个松山小学，您知道不？啊，松山小学。嗯。老板呢？那个，你们先坐着呗。啊，待会儿就。老板呢？等菜吧。客人啊，爷爷，我先走了啊。拜拜。你咋才走呢你啊？没事。来来来，欢迎欢迎啊！有啥特色啊，老板？有农村的，咱们这什么小鸡炖蘑菇啊，排骨炖豆角啊，我们家还有熏酱，什么猪头肉、猪爪、猪蹄，反正啥都有。师傅，有什么绿色那个？绿色都有，山野菜，什么蕨菜呀、猴腿啊、刺老牙呀，就是什么这全都有。
吃老羊，吃老羊行。哎，他妈鸡，吃老羊炒鸡蛋。欢迎光临，想要什么样的花随便选。就要这个吧，多少钱呢？这20，能少支付宝吗？啊，可以。嗯，我付。你们入住没？我们这有刘能民宿。我们已经办理完入住了。啊啊！哎，嗯，谢谢了啊。哎，走了，慢走，慢走。你说咱家这点生意啊，来了啊！哎呀，没有啊，大妹子。哎，看着啊，这蒜苔自己家种的，看着没？鸡蛋是笨鸡蛋，木耳都是我亲自上山上采的，绝对都不是养殖的，纯绿色的呗。慢用啊，我一会儿给你们拿啤酒啊。好。哎呀，大妹子，那个排骨呢，我给你炖上了。你不得说多炖一会儿吗？是，咱们就多炖一会儿，懒乎的。我不着急。你放心，指定我给你炖好，让你吃了以后，你吃这回想那回，你信不？行。哎，老哥，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。商量啥呀，大妹子，到这来有事儿你就吩咐。那排骨反正也是在那炖着，我想看一下你家这环境。行，哎呀，大妹子，你还这么客气，随便看。你这样，你先看看这些山货，你看啊，这都是我亲自上山上采的，绝对纯绿色。喜欢哪样你就跟我说，到时候我白送给你，怎么样？好啊，好，行。那上那屋里看一看。啊，那个还要进屋看看啊？看看你家屋里的环境啊。其实屋里吧，倒没什么看的。不过大妹，你要看见你随意，好不好？那太好了，那太谢谢了。不用，你把这钱放啊，没事，不要紧。妹子，这不行。我跟你讲，咱那农村有句老话，有财不能外露。你万一你看你有钱把你盯着呢？啊，对呀。赶紧放，安全啊！行。来，走，快请。行。请，快。谢谢啊。没事，你这客气了。你添麻烦了。哎呀，有啥麻烦的？看着没，农村呢就这样，非常简单。一副大炕，炕上有个炕柜，完了这装的衣服就这么简单。老哥，这是谁的屋？我住的屋。啊，你这没啥摆设，反正这玩意儿怎么说呢？它跟城里呀，它是不，哎，大妹子，你关门干啥呀？我想跟你商量点事儿。不是，你商量事就商量事，你关门干嘛呀？哎呀，这个给你。小薛啊，哎，吃饭了啊！吃饭来，吃饭。可以吃，嗯。到了。嗯。来。不是，在这儿吃啊？对呀，看着美丽的风景，小风一吹，那吃饭老爽。你这不行，你这秽土爆尘的，这多脏啊，全是细菌呢。就是，我们常年这么吃。那不行，你这都老埋汰了。你别，我跟你说，弟弟啊，这碗呢，我都刷干干净净的。那不是刷的事儿，你这灰落里面那都是细菌。不行，这俩菜你从炒一下杀杀菌吧，搬屋里吃，搬屋里。不是这。那不是多凉快啊！就是搬去了，好，太埋汰了。行，往里搬吧。啊，这么多事儿呢！哎呀，谢谢，顾客是上帝，真的忍了吧。哎，这不能碰，他这碗都刷干净没有啊？哎呀妈，你看你看你，看这边。哎，刘叔，啊，你来一下，你来一下。这刷啥呀？刷呀？你看这边。刘叔，你这碗这也太埋汰，有没有一次性的？就是那种我们用，没有啊。要不你出去买两个新的，我们仨人用。那得多费钱呢！我们这农家院吧，哈，农村人就天天都使这些，大家都刷干净了。大伙都使这个？对呀。那不行，那不交叉感染了吗？你就把防护，你看，刘叔，你拿这个开水给我烫10遍8遍，啊。这就没法用啊！我想你这太费水呀！哎呀，没事，你拿它就烫吧烫吧。哎，别碰，都手拿去。这桌子都飞动。菜没摆齐，我你干啥呀？开水烫10遍8遍的，不洗完了吗？不行，这咱们不卫生，这桌顶这灰呀，擦不掉了。是啊。这哎，好。菜这个洗没？洗了，洗7、8遍呢。你看这里边全是泥呀，啊，最起码10遍以上，你得洗几遍。我说小薛，你这洗那么多遍，这一是浪费水，第二没有必要啊。这都是菌，
你就洗。不，你小薰，你到底是干啥的？你就别问我干啥的了，这玩意儿都不卫生。你听我的，没错。你这也太讲究了，你这冲高水冲哦，拿位啊！再给我一张湿巾。好，要洗十遍，我就差3遍。你这来。好啊啊！来，我来了。这个高开水烫了。啊，烫了。烫几遍呢？烫10来遍呢。10多遍。啊。还是油那啥黑点儿，行，就这样。晚上就这样吧。好，你们吃啊，来，我给你盛饭来。自个来吃。我们自己就盛了。啊，9遍了。哎，行，洗吧。好了，哎。哎呀，行啊，就这条件了。这咱们得注意啊。10遍。筷子都擦一下，自己擦一下，这种是吧？这个擦的就是。没事。嗯。来看看这，小笨鸡儿，这可是我们家最大那个鸡，都给你们炖上了。哦，刘爷爷，嗯，是海鱼吧那个不？啊，对，是那个。嗯，那好能炖啊。他，小强。不是什么小的小鸡儿，是他朋友小强。不知道。你看这孩子社交还挺广泛的，你这两天都成朋友了。哎，别过，刘爷爷记差了，这是没尾巴那个鸡，你就放心吃，啥问题没有啊？行，那个不是那只，炖熟了，熟了，你回去把这手洗一洗。嗯啊，您慢用啊。好，洗又洗几遍？呀，洗10来遍的。不是啊，你那事儿太多，不是。